身为外科医师，本来就有很多职业伤害，你就承认吧，你的腰一定很痛。我刚开刀的时候只是脚痒，热敷一下已经没事了。你来我这边做个彻底的检查，不是比较安心吗？我说我不需要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明白。时针大员，还不赶快把生辰刀带走？请看实习医师窦格，由娘家益生菌冠名赞助。